大家，我是小林。今天虽然大陆的股市跟日本的股市是没有开盘啊，但是其实全世界股市都开盘的啊。像香港股市就有开盘啊。这股市开盘相当重要啊。我三番四次说了，我说，股市是我们的一个指南针啊。因为你在这个到处都是 fake news 啊，到处都是假消息、谣言，到处满天飞的一个地方。股市啊，资金啊，是我们分析很多问题的一个定海神针啊。因为钱，我上半次说了，钱才是最真实的啊。就是你看到钱怎么流动，因为就真金白银砸下去的嘛，都不是假的嘛。特别是美股啊，全部是美金呐，这美金在交易啊。你说这他们的这些什么大鳄、金融大鳄，他都们是都是掌握最权威啊、最有前瞻性的信息的，可跟我那些什么我们乱吹水的不一样的啊，人家掌握着几万个亿美元的资产的往里面投，肯定是有道理的，像去年啊。很多人还在乱七八糟乱胡思乱想的时候啊，去年我记得好像11月初的时候，当时就晚上啊，好像是哎呦宣布这个疫苗是可以的啊，就传出了这个消息，整个美股暴涨5%，哇涨翻了，然后什么航空股啊各种涨啊，黄金暴跌，就那个时候你可以看资本市场这个反应。那就可以确定这个疫苗真是出来了啊，而且真的非常有效。然后当时你看那些很多中国媒体啊，还在那里报道，哎呦，这个什么 mRNA 没见过啊，这个 mRNA 是第一次在人类使用啊，不靠谱啊，还是我们灭活疫苗靠谱？哎，你看吧，过了这么久，你看就完全其实那些中共放出来的啊，这些什么有很多什么到处乱传的那小道消息，你看都是不靠谱的啊，只有资本市场的反应最靠谱。所以，股市开盘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啊！一个有股市可以看，哈哈，炒股票的朋友们可以炒股票啊！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呢对市场很多判断呢，还是更加增添的一个就是可靠的一个指标。哎，今天都说到什么指标呢？今天又是说到这个跟疫苗有关啊，就是中国的。复星医药集团，他老板叫郭广昌啊，哎呀，就这个公司不得了，今天在港股开盘嘛，港股涨20%，一天涨20%，你想想，市值已经超过1500亿港元，报50多块啊，差不多60块啊，是吧？然后就创历史新高，就今天哇涨疯了，简直是不得了，刹都刹不住车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复必泰呀，疫苗所就是辉瑞疫苗，就是这个复星医药集团在做啊。他其实他就拿了，相当于是进口车独家代理嘛。这个复星医药集团，它就是独家代理了中国的辉瑞疫苗，整个大中华区，包括香港，包括澳门，现在香港没几个人打科兴疫苗，都打复必泰啊，特别自从那李嘉诚亲自打了复必泰之后呢，这大家肯定哦，开玩笑都是一样的，他又不用给钱的。你想想，我大不了我先不打，我排队一定要打上复必泰，我肯定不打科兴，那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现在啊，这个复必泰肯定是遥遥领先的啊，它是基本上全进口的，我怀疑复星可能要做也是就是分装一下，然后就派下去，然后我们看到一个《环球时报》的报道啊，就英文版的，还是面对外国的啊，它是给外面的人看的，它不给你中国韭菜看的。
环球时报英文版啊，它是有一个报道，其实22日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他说消息人士透露啊，环球时报说消息人士透露，中国很可能在7月以前批准 BioNTech 和中国复星医药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。嘿，什么开玩笑？你真的是跟你复星医药联合开发，你开发个屁！你就是拿到了在中国的一个独家代理权而已啊！其实就 BioNTech 跟辉瑞啊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，疫苗生产工厂以及冷链配送、演习等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啊。这是给一些可能跟中国有生意往来啊各方面的。别人看的啊，这是《环球时报》英文版啊，报道称，一旦疫苗获得授权啊，将会在内地迅速推开，因为大规模生产的关键步骤已基本接近完成，这意味着首款进口新冠疫苗呢，在国内上市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。这《环球时报》啊，正儿八经大报啊，它的英文版啊，它放在这种地方，你看它不放在中文版，它特意放在英文版，嘿，有意思吧？啊，这款新冠疫苗是由辉瑞跟 BioNTech 联合开发的。这新闻它这样捋下去啊，就2020年12月复必泰，哎呀，辉瑞啊，在英国获批紧急使用授权，成为最早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之一啊，也是首款获得 mRNA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。3期临床数据显示，该款疫苗在5岁以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观察到的疗效超过94%。哎呦，反正现在有效率还有这个副作用最好的就是辉瑞，还有第二个就是莫德纳，而且，我给你们分析分析，你从方方面面蛛丝马迹，一个股市的反应，一个日本，我当时我就分析了日本啊，我说哎呀，日本这个菅义伟去美国开了，不是跟拜登开会嘛，专门跑过去就跟辉瑞谈的，就是争购辉瑞的。他没有争购莫德纳的，也没有争购阿斯利康的，就是专门争购了辉瑞的，啊，证明这个辉瑞最靠谱，疗效最好，而且副作用最小啊。这因为他要大规模在国内推开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，是他肯定是经过整个日本政府啊方方面面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啊。有什么专家啊？各方面肯定是有评估的。然后啊，现在这个复星医药也是这样暴涨啊，不得了啊！它可能在国内呢，现在暗戳戳也放一些风声出来，就在国内，你要打复必泰，可能要自费啊。那自费我保证一堆人打啊，自费也是排队打啊，打得不够啊，就宁愿自费。起码中国有个2亿人是有消费能力的嘛，啊，这个你放心好了，这2亿都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再加上香港的，加上澳门的，那不得了啊，就现在就这个节奏啊，包括台湾也是争取打，肯定也是打辉瑞的嘛，要但就应该。他复星的那个协议不知道包不包，能不能覆盖到台湾去啊？他肯定想了，他想赚钱啊。但是我们反正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，就是辉瑞疫苗基本上是靠谱的啊，不然资金不会这样去操弄啊，包括日本政府不会去争购啊，而且这个对于辉瑞公司啊，对于这些就在里面，他也是参加分润的吧？就相当于这复星集团也有份赚钱啊，相当于就独家代理进口车，我都说了，利润是可观的啊。他在中国加个倍，他进口回来，他可能一机300元，他在中国卖600，完全排队打。啊，你看什么什么之前那些什么什么女人的那些什么子宫疫苗啊，还是什么，哎呀，这些都反正进口的排队打啊，一样有人打，你翻1倍的价格赚屁民的钱啊，赚韭菜的钱绝对也有人打
啊，因为大家命重要啊，不差了几百块是吧？啊，这2亿有消费能力的人打麻醉，最起码，啊，你别管那是其他没消费能力，可能他的什么都不打，或者说打那个送鸡蛋的，是吧？就这现实情况啊，就这样啊，然后就。还有啊，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，就是现在看到这个辉瑞疫苗啊，这个 mRNA 疫苗对印度的变种，它也起到非常好的疗效，非常好的一个免疫力，可以看出这个 mRNA 这种技术啊，我们可能还低估它了，因为这种技术不单只是。它的作用远远超过那个灭活，远远超过灭活。因为灭活呢，它很明显的，现在只要它那个病毒结构稍微变种一下，它病毒本来就很不稳定的嘛，它会不断变种。它在这个病毒变种里面，它没有太大作用。这个灭活疫苗，但你看到这个 mRNA，它把这个可能基因的这个。这一段数据，或者说这段基因的这些信息注入人体之后呢，这个人体它是会举一反三的，病毒变异它都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御力啊，所以这种因为它是首次使用嘛，它只是注入了一个基因信息，就估计是没有。太大副作用的啊，起码跟灭活疫苗没法比啊，就是估计呢，这个 mRNA 它的这种对于人类的一个医学技术的发展，它都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，因为首次应用嘛，也是你看出它的这种对于机体的这人体啊，这种它的。构成免疫力啊，以后它可以应用于很多疾病的一个预防啊，看这一个开发的啊，非常有用的，所以就是，对于这种技术也是可以更加抱有很大的期待。我认为啊，个人你看这个，市场啊，这个大资金，尤其是大资金对它的反应，大资金都是很理性的。这尤其是那种，什么什么投资基金呐、啊，或者说私募基金呐、啊，那都是他经过严谨的一个考察的。你们没看懂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看懂了，就经常是这样。或者说人家有内幕的啊，里面怎么评估？人家有个医学团队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那些私募基金做研究的。他有专门的科班的研究团队啊，比如这个技术啊，苹果的这个一个天线技术啊，一个通讯技术，哎，他有专门的理科的这种科班的团队给他做研究啊，这个技术以后前景究竟怎么样？哎，华为这玩意究竟靠不靠谱？那华为的债券能不能买？他对于这种基本面的考察，他是非常。那肯定领先一般股民好多的嘛，然后他对于这种医学，他有个专家团队啊，然后大家坐下来，究竟这个技术是不是靠谱？我们就资金打进去啊，我们就买它啊，然后就炒它啊，这以后赚大钱，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我认为，因为这个病毒它还有啊，你要考虑一下，它是不可能消失的了。它已经散布到全人类，到处都是的。你指望它消失是很难很难啊，所以它会变，已经变成一种风土病，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长期存在于整个世界。包括你看台湾防御的这么好，台湾还是个岛国啊，你想想啊，中国那是个放屁啊，中国，但他理论上他零确诊啊，天天说自己零确诊是放屁，但他该防疫他有做啊，大陆还暗戳戳他自己有做防疫的，啊，习近平去到哪里都戴口罩，你看到他拍照拍出来全部戴口罩，一般的中国屁这个老群众呢，
你看到也是挺乖的啊，个个都有戴口罩的，包括什么什么五一节看拍出来的那个旅游的，大部基本上90%有戴口罩啊，挺乖的，反正大家都，你说，是他们都相信是零确诊，完全没事啊，大家都不戴口罩，没有啊，你看到的是大家都有戴口罩啊，证明大家还挺清醒的吧。他不会说的，每中国平民呢，都全信中国政府的啊，都没事啊，他妈不戴口罩乱走，没有，个个都挺精的啊，就是，管他3七21口罩先戴，啊，这个就现就这么个情况啊，就是，中国的这个关于这个复星医药啊，就然后联想到这个。也是关于这个辉瑞疫苗啊，方方面面啊，就，我认为它都是赚大钱的啊，在国内，因为它可以持续进口嘛，只要有需求，它可以加大进口的啊，就只要能赚钱，它赚这一起来赚钱嘛，赚屁民的钱嘛，啊，然后政府就可以收税嘛，这个没问题啊，我觉得就。可它会满足市场，这方面没有太大问题。就这是辉瑞的情况，除了辉瑞啊，顺便还有一个呢，我这两个都放在一起说，都说到这个股市的现象嘛。另外一个新闻呢，同样也跟股市有关，这个新闻说什么呢？说的是中国的基金发行啊，这种股票型基金的发行呢，进入了一个低谷啊。数据显示呢，4月份共有110只新基金成立啊，这是关于一个基金的发行数据，发行规模合计为1406.86亿元啊，较3月份。分别环比下降40%和50%，就发行规模而言，这也是2020年5月以来新基金单月发行规模首次低于1500个亿。里面你看到的是，从去年2020年5月，它1700多，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。然后2020年6月份2600多，7月份很厉害啊，当时5000多，8月份4000多，9月份3000多，然后是1900多，2020年10月份的，然后3000多、2000多、6000多、3000、3000，一直还维持比还挺好，所以你看它之前特别能发行到4、5千，有一个还6千啊，有一个月7月份，你看到当时的可能股市行情还是真是不错的，就是这个基金能不能发出去，主要是有没有人购买，啊，有人愿意认购，它就这个基金就发出去了。现在无论是基金的数量，还有这个资金的规模。都是下降得非常明显，也就是市场开，因为跳了水嘛，就是的，是那个两会之后嘛，两会之后就一直都比较糟糕了，这个中国股市，所以就，可能是迎来一波回落啊，这个就，还有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印证的是什么呢？债券型基金的发行规模，它是有增加的啊，就它的发行规模也是，它达到4月份达到543.8亿元，和3月份相比呢，债券基金的占比从15.93%提高到38.65%，也就是这个债券型基金的发行在增加，也就是大家资金趋向于保守啊，就去债券呢，一般它是比较保本的一种投资啊，就股票型基金它就比较进取一点啊，我用进取来形容。那你看到资金都趋向于保守，然后你再看现在全世界其实除了美股还是特别强以外呢，包括港股，今天的港股也是下跌的非常厉害的，港股还有台湾的股市，包括日本的股市呢。
它都有点高位调整啊，它都进入了一种高位调整。就说大陆股市跌得最厉害，而且跳水下来跳蹦极下来，总体来讲后市呢，我就顺便说说股市，后市都是趋于谨慎。啊，都是你看资金本来谨慎啊，都去买那种债券型的资金，他就没买那种就股票型的基金，就是都趋向于保守啊，大家就可能感觉后面就要收敛一点啊，然后里面就只能玩玩一点热点呢。你看，就偶尔有什么富必泰呀，这种热点，你看出它是，炒局部热点啊。后面是这样啊，个股就分化啊。这大形势呢，都不会特别好啊。就关于这股市啊，大形势不会特别好啊。然后楼市也不行啊，所以就大家都是缩成一团啊，躲进龟壳里面啊，先保存自己啊，现在不会进攻的时候啊，所以这是从股市里面聊了一点事情啊，那这个视频先到这里，觉得有点意思啊，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